论的确系令我哋好鼓舞嘅，因为其实我哋本身我哋都系预我自己游行，其实我都系预有万零人左右，或者甚至我哋长巷都只系印咗7000份，但系估唔到最后嘅游行人数系有成90000人，即系即的确系出乎我哋意料之外，咁亦都系更加系向阿教育局长吴克俭系响起一个警号。我相信一个单一议题嘅游行，可以有成90000人上街都历史上都唔系有咁多次啦。